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时场聚焦。呃，今天是父亲节，这还没转过去。今天是父亲节，结果川普在这个 Telegram 上呢，向所有的父亲节，呃，发布了父亲节快乐，包括世界的损失者。这不是世界损失者，他是指那些 loser。那他眼睛里的 loser 呢，其实是那些腐败者，啊，那些精英，那些出卖者，大概是这样。 所以，包括极左势力，包括那些出卖者和那些呵在竞争中是个输家人，他说希望最终大家会走到一起。所以，川普是相对还是就是他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啊，他是个很善良。那他以这样的方式出现呢，其实表明他他的存在。他去年就在父亲节的时候就发了一个很长的一一段话。 啊、呃，包括最不喜欢、最恶毒的人，那父亲节快乐，这些恶毒人呢越来越少了，更好。所以这是他提到，那跟他年龄有关，跟他的身份有关。所以父亲节本身呢，呃，既强调了在一个传统的美国人的心目中，他既既强调了家庭的概念，啊，家庭，父亲是家里面的精神支柱，对吧？大事情拿主意，那是由父亲。 对问题的看法都是父，应该是父亲来出的。那在在一个国家呢，一般都是以国父的概念，对吧？所以川川普在这个在他的父亲节的表述中呢，其实他有着把自己定位为国父的一种概念在里面，因为他讲述的词呢，呃，讲的概念理念相对比较相对比较大。呃，父亲特殊的场特殊的场合，提醒我们停下来，感谢。 生活中承担责任的人，呃、要承认他们给予的爱、牺牲。父亲在我们生活跟社会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这么一份作用，所以这个说法就比较、比较，呃、怎么说呢？比较高尚，就是说，他不是一个单纯的啊、呃、纪念父亲的一个父亲节，感谢父亲的一个单纯的表达，在他字里行间当中有一份品质。 啊，这份品质跟他的做人的态度是有关系的，所以这是他不同之处。那不同之处同样就代表他有着国父的一种一种品味在其中啊。那因为他永远会以第四十五届美国总统的身份嘛，所以总统当然是有着国父之说了，无论出生、收养、寄养。 我们向生活中令人难以置信的父亲致敬，因为他们做到了为我们所做的一切，激励我们改善自己，成为品格杰出的男人和女人。男人和女人的说法是美国人的说法，但是品格的杰出、树立品格的本身，是父亲应该承担责任。那这里面，当他以这样的方式展现的时候呢，呃，是跟拜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，因为亨亨特呢，就是。 那是垃圾烂肉，纯粹是垃圾烂肉一块，所以这就形形成了，确实形成了这么个对比。那那而他当他谈到品格的，男人女人以品格为中心的时候呢，表示着表示着父亲的责任，也就是说亨，亨特亨特亨特拜登的做概念品质是他父亲一手的，不可推卸的责任，呵其实有这个里面。 那同时，作为总统来讲，有着国家的品质，对吧？那作为总统的，作为总统，他表现出来的生命，男人的生命品味，将直接影响到这个国度的本身。所以，今天的美国是被普京嘲笑的，啊，今天的美国是被普普京嘲笑的。那打着民主的旗号，是把民主给毁了的，对吧？打着小姐的旗号，把小姐给毁了。原因，原因都是。 以没有任何品质，呃，转向了生命的下贱啊，下贱。呃，作为个人、家庭、社区，承诺促进父亲的身份，利用这一天来表达对全国各地的父亲的爱跟感激。这里同样是抨击了在今天美国社会中消灭性别的这种政府的行为、权力的行为。消灭性别啊，那就是。 无论是同性恋也好，还是随意随意改零件也好，消消灭性别，消灭性别是来自于奥巴马的，对吧？男女上一个厕所就是消灭性别。你认为是女的，你就当女的使；你认为是男，你就当男的使。老爷外头一老爷们儿，非说自己是女的上女厕所，你太太在女厕所，你抽不抽这老爷们儿？啊，所以这根本就就纯粹都是垃。 这个这个这个国家就要这叫有品质，垃圾都不如了，就是它可以瞬间就可以暴露到这份上，所以我个人一再跟大家解释，这个国家这个国家的品质了，真正的品质在在加速的被摧毁着。那川普的表现呢，他很难说挽回什么，但是呢，他却表现出给人们在这种对比之下。 呈现出一个在今天的社会中，一个正常人，一个正常的男人，一个正常的父亲，他应该所具有的一份品质。所以，他只是一种展现品质，他也无力去去阻挡美国今天的堕落。没有，没有任何人能阻挡今天的美国的堕落，这是天意来的。感谢朋友们的支持。